爱抢夺他命，注射我他命，嘲笑我，而我却不得不认输他。这是一个苦难的案子，这是一个案子，这是一个案子，这是一个叫做胜负的案子。闭嘴闭嘴闭嘴，胡说八道，胡说八道，里面都有一点的情节，不是吗？闭嘴闭嘴闭嘴，胡说八道，胡说八道，里面都有一两个悲伤的故事，不是吗？如果我尝到了失落，不会分开这只手，从现在起我将拥有里面所有的羊。如果我尝到了失落，不会分开这只手，从现在起我将拥有里面所有的羊。里面的每一次嘲笑，我都会变得更坚强。将变得更简单，这有点可怕。